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我们要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会员推车的第一集，从台南过来，我天哪！啊，当然要给人家通告费吧。不，好不好？这个立新从台南来的。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对啊，立新是在台南是做补教业，是不是？对对对对，教书，小小一个老师，好不好？那今天呢，他自己本身是开这个，你应该是2021年的 C X30 年尾，他们现在都说他是2022年哦，所以你是2022年式的 C X30 对不对？马自达的，你当初买新车，所以刚刚好呢，我们今天安排这一台呢是2020年的，我们也是21年式，是尼桑的 Juke， 当时是 1.0T， 那我先开让你试乘一下整个感受，我们聊天一下，你就当做这个做了朋友的新车，当初是 1.0T 的，大概是116匹马力，然后20.4公斤米的扭力。Juke 这台车哦，其实从旧款我就不是很喜欢它。新款的其实台湾卖很少，不超过300台，其实算很少很少。你旧款的看得到，新款你很少看得到。对，而且其实它当初旧款只有1600跟1700涡轮的吧？这一次啊，用三缸的引擎，就有一点像那个 Fiesta 的那种 1.0T 啊，或者是后期的这个 Swift 的 1.0T 都是三缸的，所以人家说是怠速的抖动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停红灯，你摸一下，真的有点震动，微微的啦。可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其实上你可能感觉更小，会不会？其实有，但是因为我自己很没有遇过什么很极端的那种对象，所以就是这样子其实最好啦。因为你的这个样本叫做什么？样本数。对，只有你的车跟这台车两个在对比而已嘛。对。就像那个老婆若问你说，那我跟前女友哪个比较好？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我记得之前就有听过你讲过这个问题，要小心的回答。不是啦，我之前讲的那个是那个啦。除了我之外，你睡过几个女孩子？哦，对，我只睡过你一个。啊、哦，真的吗？对，因为其他的我整晚都没在睡。你想到的应该是这个吧？对，我想到的是这个，对不对？好，所以当你样本数只有两个的时候啊，比较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啊。等一下。我会给你机会开，你就感受一下，你可以用很单纯，就用你的 C X30 跟它比较好，我们不用管它是不是同级数啊等等的，就用这样去比较就可以，我觉得这样也是会有参考价值，但我们不是要比出说哦哪一个好哪一个比较差、啊、对不对、嗯、那它这个引擎是里面有用到宾士跟雷诺的材料做成的引擎啊，然后它的底盘啊其实就是雷诺以前有一台小车叫做 Clio， 再来车是英国进口的，所以说照道理来说这台车它开起来应该会比较偏向一台欧洲车，因为从它的引擎到它的底盘都是用欧系的，那唯一一个就是后期的内装的一些材料的铺陈，变速箱引擎的调教是由日产去弄，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测试看看说它到底调教之后开起来是偏比较像欧洲车还是比较像日本车，但是呢我觉得尼桑有把它调教成比较日本风味，因为它悬吊还是偏软 Q 的，并没有像欧洲车这么的硬朗。我们等一下转上山之后就可以感受一下它的 1.0T 到底够不够力。我们不用 Sport 模式，我们用一般模式去开就好。你 C X30 如果用 Sport 模式，你觉得开起来感觉有差吗？坦白说，我没什么机会用 Sport 模式，所以我在开的时候后面都是小朋友。所以其实 Sport 来说，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啦，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用处就没有那么大，用不到。我现在感受到，其实像它这个40跟到50的再加速，其实有一点软弱无力的感觉。它当初是用 Double Clutch 双离合器的变速箱，那其实我看到数据啊，我也是第一次买，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开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妙，因为双离合器的变速箱啊，它更有力、更省油，换挡更快。你看啊，像它很快的就可以，哇，糟糕，也没什么力，哇，有没有感觉到它换挡的那个顿挫？你刚刚人有没有要往前？所以这是双离合器变速箱一个很讨厌的地方。问题就在于说，哇，它这个档与档之间的转换啊，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是，哎呀，反应是慢的。我们本来理解双离合器变速箱它换挡应该是很快，而且速度上来之后啊，双离合器虽然它在速度低的时候它是会乳型的感觉，可是其实双离合器的特性是，当你一旦起步加速开始二档之后呢，它的换挡应该是没有感觉的。可是这一台车，它的每一档，你看有没有？哦，有。好，它的换挡是让你会觉得
哇，这要怎么形容啊？就是有那种冲刺到一半忽然抽出来的感觉，会让你出神，你知道吗？我听到你在笑呢。那个时候想到阿嬷了吗？刚刚的那个状况啊，即使你只是用一般的模式，然后拍的不特别快，你都能感受到它那个换挡的那个前后的那种顿挫的感觉，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它在往前冲刺，你身体是往后贴背的嘛，对不对？对。但是它忽然给你一个抽出来，然后你这样，我们不是要往后吗？怎么忽然没了？然后又来，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底盘做的不错，但是啊，它这一代的那个车重啊，其实因为引擎也变轻了，所以它比上一代的还要轻了100多公斤，对不对？这个是一吨二嘛，然后前一代好像是差不多一吨四左右，它其实是变轻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过坑洞的时候会有那种空洞感、弹跳感。我本来对这台车还蛮期待的，我想说这个满满的欧洲基因血统在里面。椅子坐起来你觉得舒服吗？是舒服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坐的时候，我都会去感觉我有没有屁股在流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今天你说包覆性不错，但是如果透气感或者是就是很闷热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不会太舒服啊。你说你的 C33，你在前一台是 Focus MK3 嘛，对不对？对。那 MK3 那时候是布椅还是皮椅？是皮的。哦，你那时候的 MK3 也是皮的，它这个好像是布椅耶，不过你上本来就是那个啊。沙发厂就算是进口车也算吗？应该也是啊。啊，当初为什么数量这么少你知道吗？因为刚好这台车发表的时候正在疫情，是晶片，对，所以他这一批我记得没错应该全部都没有跟车，然后那时候因为缺晶片所以配额也很少，而且啊我去拉过啊，网路上真的有在卖的啊，我只看到一台而已，还有在家有这台是第二台，就是这么少。那消费者会觉得说我要等下一批来？没有，基本上他这个能把这几百台销完，他就很厉害，因为他真的不是一台很主流的车子。我第一次看到上一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在台科大的校园内，它是展示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菜，因为前一代其实长得蛮算很特别。没有，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胸部为什么掉到肚子上？因为车头灯我们本来想象是在上面，就要垂到肚子来，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它真正的大灯。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坦白说，我是真的觉得它怪怪的。当时觉得它怪，可是没有到讨厌，因为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可是我一直听到有人真的喜欢它，其实是到可能过了一两年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本来就是喜欢你比较特立独行的特殊的东西，对，他就说他喜欢。我本来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车款，但是后来我看那个《月薪娇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女主角的阿姨嘛，就开了一台这个前一代黄色的，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注意这台车子。好啊，后来其实这一代比上一代，我觉得比上一代好看很多，因为它把上面的那个灯做细了，所以你就比较没有那种好像有四个头灯的感觉，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主角。它这个加速很平顺啊，116匹的马力啊，我觉得如果它设定在一个小型 SUV 的一个用途来讲，我觉得是够用的。那主要就是说，其实我没有感受到它那种欧洲的底盘哦，好像感觉应该要更扎实一点，但其实我自己开起来感觉是有一点空洞啊，没有让我觉得说有那种欧洲底盘的感觉。我蛮想问一件事，好，就是换挡拨片这个东西啊，在什么时候使用是最有感的？我觉得这分几个层面，你如果在比较实务上的，真的就是超车啦。我觉得超车是最常用的，或爬山啦，你觉得它不够力的，它帮你 hold 住的这个转速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力道不是你想要，那你把它推一档的话，它的力道马上就会涌现出来。其实这个跟我们在骑变速脚踏车是一样，你要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把脚踏车拨到地。几速，其实问你的脚，你的脚觉得好重，爬不上去，快不行了，你就会把它变得更轻。那其实感觉就像以前那个像 OD 档。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OD 档某种层面也是降档，没有错啊。像现在我们假设不让它过来，我要超车，我就退档。我刚刚就退档，利用退档加速。它这个有那个跳弹呢，刚刚叮了，对，车道变异辅助。不过这颗跳弹稍微有质感呢，这个进口的跳弹感觉声音比较绵密一点呢，它震动起来的频率跟它的扎实度啊，比之前Sentra还要好的。所以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哦，跳弹买进口的质感也是不一样。好，那基本上我现在我把这个 Sport 模式关掉，我换成 Denda， 好，就是正常的模式来开，然后我们用一种。要在家人出游的心态来开这个山路，那我油门像在50的时候，这个山坡有点吃力，
它自动帮我退档，基本上正常的道路使用是 OK 的。那你如果对它严苛一点，想要急加速什么，事实上116匹的马力是不够的。但是其实它116匹跟它前一代的自然进气的马力是一样的，而且车更轻，所以照道理来讲它应该要开的是更轻快的。我现在没有开特别快哦，我现在都是正常的速度，还是你觉得我已经看快了？我们只有40几而已哦。看上面其实是不是觉得不快？对啊，真的不快。但是感觉就是哦，好像有点快，是不是？对，因为车都会晃啊。哎，你有小孩吗？哦，两个。你刚刚好像讲哦，都很小吗？对，都坐婴儿坐的那种，一个快5岁，一个快2岁。那这样两个坐后面，妈妈不能坐，对不对？坐不下来，对不对？对啊，就坐我旁边，有时候是他开，有时候我开，这样。你在买车的那时候啊，你有没有在想说，你想要买一台车是？后面放了两个婴儿座，但妈妈还可以在后面陪他的。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当时会觉得让小朋友在后面就要学习独立啊，而且他们其实在后面就是安安静静的，要不了就跟我们讲话。其实真需要照顾的话，大概弯过去就可以了。应该说，我觉得现在的车你要奢望就是放两个婴儿座，然后中间又还是可以坐人，我觉得它太困难了吧。我遇过消费者，其实很多都会，他们会希望是可以这样啊。大概是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办法买到就是大台的休旅车啊。对，你的位置啦，你刚才跟我讲，对不对？对，我也是到快要决定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开就是小型的跨界休旅。所以这你知道这台车就是跨界休旅的鼻祖，台湾最早有这种 size 的。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这最新的企划。我们请我们的会员，好，我们一段时间呢就会这个让他们报名参加。对不对？现场来陪着我们一起录影，看看车，试开一下车子的感受。今天呢是远到台南来的我们的会员立新，他本身是开 CX30 的，所以今天刚好呢我们排到这一台跨界小休旅的鼻祖。台湾以前没有这个 size， 你知不知道？它是第一台开始有这样子的缩小加高的这种休旅车，它第一台2013年，所以这个刚刚好你的车也是这种跨界的小休旅车。对，今天也来让你试一下。你当初在开 CX30 车有看过这台吗？欸，我其实一直都知道这台啊。你有研究到这台吗？你当初买的时候有微微的你有考虑过吗？我觉得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想过就是我会开到它，但是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它应该有一个很神秘的族群会去喜欢。你有没有发现他讲得很委婉哦？你不错，你有很独特的气质，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要越矩的意思。刚刚好今天呢让你这个一睹这台车的风采。我们这台车是2020年的 Duke， 当初新车的售价是948000的版本。我记得它有三个等级啦，第一个等级是这个上面版哦，他们尼桑的名字英伦版哦。哎，你怎么知道？我稍微做一点功课。哇，哎，那不然等一下让他来介绍哦，我在旁边抽烟。对，英伦版的新车是869，然后我们这个叫做驾趣版新车是949000，那上面还有一个叫做驾趣享乐版989000。那差别在哪里齁？第一个轮圈啊，最便宜的86万版本轮圈是16寸的铝圈，我们这一台中间949的版本是17寸铝圈，再往上一个98万的版本呢，它是这个19寸的铝圈，还有喇叭数最顶级的有多两颗，椅子旁边有喇叭，那个很屌，还有内装有那种麂皮反皮的，那个是加20000块钱选配，那真的蛮漂亮的。来了 ，V Motion 2.0， 还有这个胸部长在肚子上的大灯。不过这一代其实改的比前一代好了，前一代因为它这里做的比较大嘛，有一个像飞镖的形状嘛，所以会让你误解说到底哪一个才是它真正的胸部。但是现在它这个改成细的以后，应该是蛮清楚，这个就大灯了嘛。而且它里面还做一个 Y 字形的，你看。可是我觉得它的防刮材质做的还蛮恰到好处的，不会有过分夸张的那种防刮材质出现。然后这个铝圈呢，17寸的，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它的 size 跟它的马力的设定，所以我觉得17寸是相对之下是比较刚好的。还有它的这个悬浮式车顶哦，对，当初呢也是他开始用这种吸柱上面侧开的门把哦，他是第一个。欸，他不是第一个啦，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车了，可是好像到最后跨界休旅车很多都把门把卡到这边来。对，其实也只有之后的 HRV 而已吧。啊， CHR 也是，对不对？而且其实这台车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他的侧面啊是依照 370Z 的线条去做的，包含这个前挡风玻璃切上来的角度跟后面收下来的角度，也就是说呢，你不看它的下半身，你只看上半身，你可以看得出 370Z 的影子。 370Z 一定在吧？你们最近是不是收了一台？哇，真的有在看我们的，真的有在看我们的东西呢。然后这个防刮材质，防刮材质依照我们频道的习惯，就是要看一下会不会松松的。哦，这个紧呢，比那个紧。
对，因为我的比较那个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组装嘛，跟它设计尺寸 size 符不符合、啊、所以其实你自己回去 C++3 你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有一些像这种塑胶防刮材质的地方，我都很习惯性去摇看看到底它做的公差大不大，或者是密合度好不好。如果它很会晃的话，我就觉得它不会怎么样，就很容易掉下来而已。哦，因为你想想看，它在很新的时候都不紧，那如果有一些年纪塑胶变质啊等等，或是你经由一些外力啊，你不小心去弄到它什么，其实到尾端掉下来的几率就很大，或者是造成一些异音松动的几率也会很大。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状况嘛，所以在新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哎，这个组装的公差怎么样，密合度怎么样。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玩。等一下你又可以拍正后方，它正后方有这样笑啊，鬼刚哎，你知道？鬼刚哎，那个真的啦，这有个鬼刚哎的嘴巴啦。它的后车厢比前一代大了100公升，不过其实我觉得看公升数其实只能做参考而已，因为它弯弯翘翘啊，公升数大并不代表你能放的东西一定是大的，所以一定要实际放过才知道。然后呢，它后座倒平是不平的，好，而且高低落差蛮大的。那像这个有没有在 case 上面，它就是把它垫高，用保利龙板把它垫高就平了。它这个门板是用皮的白色缝线，然后它这个有设计感哦，做成椭圆形的，好，然后这个有这个四个电动窗，哎，它后面电动窗怎么连字都懒得写啊，直接是黑暗键。然后中控台呢，它用的是圆圈圈，这个我最喜欢的。中控台呢，它说是这个叫做马鞍座啊，很像那个重机的那个重机的油箱，对对对，感觉有点像重机的油箱。还有一个萤幕哈、哦。屏幕的滑顺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马鞍座这边哦，就是有一个 Drive Mode 的选择哦，有 Sport、Standard 跟 Eco 的模式，省油的模式。那前面呢是我开车的样子，然后你多高？175，七十七。好，坐一下后座吧，感受一下。哎，这门开的也太窄了吧！然后这门的开度很小，你看它上下车只有这样，哎，超窄的，有没有？我直接顶到了，顶到了哈，直接顶到了。头呢？头上面大概还有几乎可以到一个拳头。哦，哎，刚刚关于杠杆，我来给你看，好像在监狱，我来探监，太小了。你有觉得很小吗？对啊，我觉得很小，有压迫感吧？这里会不会压迫感？有哎、欸，但是其实如果是那种上车就睡觉的型，其实还不错。哎、欸，我觉得它这一台有很多成分啊，跟 CHR 很像。CHR 是菱形嘛，对不对？这 T 型，那你看它椅子有没有 T 型元素？喜欢在形状上面做一些巧思啊。而且它原厂就有平板方向盘。那我觉得它这个椅子做得很漂亮，这个椅子的形状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后期的这个现在新的宾士的 AMG 的椅子。好了，我介绍完了，换你了，来吧。你今天这样逛了一下，有什么想了解的？还有什么对这台车啊？你看到目前为止你的感觉是什么？说真的，其实我刚刚整理了一下，我自己会觉得，因为它现在是可以算第二代外观了。我觉得它第一代的外观当时会比较给我一种很深刻的印象。这个比较没有，因为它当时的时候就是它在尼桑的家族里面啊，它的长相其实也还是很特别，它有很像青蛙的眼睛。我跟你讲，你应该是一代看习惯了。所以现在看二代就觉得哦，反正已经看习惯。可是是新的东西。我自己其实有大概列出几个原因，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叫 V Mode 的嘛，对 V Motion， 对，因为其实他现在好像整个家族全部都用这个脸，像 Altima 也是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刚来说的话，比喻就有点像是，如果今天他在一个家族里面，他其实是一个怪怪美少女，以前是这样子，但是他现在这个怪怪美少女在这一代的时候，他想要有一点点家族的那个大家都会有的。哦，我懂意思了。也许就是一开始最喜欢他，或者是像。我这种本来很与众不同，现在好像有一样的地方，相同的元素。对，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没有走出他自己的路哦。他应该继续要长得再更乖一点。而且真要说的话，虽然我没有到很懂，可是我自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选车，我其实会觉得，其实这种小休旅车它也没有到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热门。可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我如果要买小休旅，我为什么不去买 Kicks？ 对，那之类的。那它的特色到底又还有哪些？是因为它进口车吗？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他愿意坚持的话，其实很不错。但是现在有点矛盾的就是，你的坚持怎么好像有点妥协在你的外表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哦，本来在台湾本来应该就不是主力的。那以尼桑的家族来说，他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卖点，也是台湾人最喜欢的，就是税制的问题。1.0 的，它的税制是在最便宜的8640一年。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啦，这个是相对性的。1.0 它这个涡轮的引擎，你现在在尼桑里面啊，你看在 Sentra 跟这个
个 Kiss 啊，跟什么其他的 March 等等这种比较中小型房车，基本上他们还没有一台车配涡轮，它是有点反其道而行的，因为你福特也有 1.0T 的车子， Suzuki 也有，你包含这个 Toyota 都有，所以其实台湾 1.0 能选的车其实不多，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特别，就跟我们当初看 CHR 一样，可是 CHR 其实卖得很好啊，他当初出来也是觉得长得有点不是那么主流啊，反正我们看久了应该都会习惯。那这台车的确就数量就这么少，然后我刚刚讲了，我其实我买回来我去研究所有的网络在卖的就一台两台，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台车我当初收回来该收多少钱。等一下最后路上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最后买的价钱，然后等一下换这个立新来帮我们开一下。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好了，上高速公路可以感受一下加速咯，我们现在帮你切到，我帮你切到 standard、哦、正常模式，你会觉得它的中速在五十几的时候没什么力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它应该可以有冲上去的感觉啊，因为它不是应该可以定义为跑旅吗？应该是没办法，一点零涡轮应该是说116匹应该是定义不了。我刚开始觉得40到60中这一段是特别的，让你感受到它的疲软。欸，不过你要认真讲说这个车跟 CX-30 不是同级车啊，其实他们卖的售价好像差不多，欸，差没有太多，欸，没有差很多，就是买得起 CX-30 也可以买这台，买这台也可以买 CX-30。 对啊，你说你那还是100万左右的，后来加一加就破百了。对啊，它这个定价也是90几万啊。对，当然在那个 CC 数上还是有差啦，因为马自达很聪明，你看它一个引擎可以做好多种车型。你看光尼桑 Sentra 跟 Kicks 就不一样引擎，那阿提玛更不用说，然后跟这个引擎每个都不一样，这样其实在比较不利于制造啊。好啦，那你在开车的过程中，我也顺便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台2020年的 Juke 哦，当时我们购买的版本是新车是 94.5 万，然后因为我第一次估到这个车，所以当客人问我要估价的时候，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我也没有问任何人，我就自己抓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可能不是真正市场上的行情。我当初抓的价格是在60万到65万之间，因为我认为你看95万跟65万差了30万，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你这个年份的包含 CC 啊，其他的比较热门的车种啊，有可能差距都在20万左右而已，跟新车的差距。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偏冷门的车子，所以我稍微把它的差距拉大一点，拉到了30万。我看我们的开价好像是73万左右吧，那73万跟95万也差了22万。以消费者来讲，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有欲望可以去考虑要购买的一个价格。95万的车剩70出头，很香，应该香吧？跑26000公里，哎，原厂在保护当中，所以其实这个价格比较能够吸引别人，啊，但是因为你刚好是消费者，对，我这台车如果我卖80，你是不是就想很久了？对啊，我没有感觉到那个差异，对不对？你会连考虑都不考虑了嘛？哎，但是如果是70出头万跟新车差了20万，稍微有感。七开头就觉得，欸，你要想看了，你现在70万，你要去买 HRV 也是买不到的，你要去买 CHR 也是买不到的，然后你要再往下哦，甚至你要去买一台 Swift 的 1.0 你都买不到， Swift 的 1.0 已经要80了，新车啦。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又是冷门车，我觉得可以吸引到一些消费者，再加上说它的底盘是这个雷诺的 Clio 的底盘，第二个再来它的引擎是由雷诺跟宾士来共同有科技含量在里面，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喜欢这种东西，就是它虽然有着这个日本的细腻的内装外形，但是有着欧洲的引擎跟底盘，对消费者来讲会有一点赚到的感觉。好，那你现在开起来，你真的感受得到它是一台欧洲车吗？还是其实你对欧洲车的感觉，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印象，对不对？其实是后者。但是如果很白话文来说的话，我其实刚刚怎么踩油门，我都觉得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一直在接近的速度。所以我就说它的反应比较慢啊。对，我觉得大概原因是因为我最早的印象就是觉得它应该要给我有点像运动型车的感觉啊。你之前开过 MK3 双离合器啊？对啊，所以你开有似曾相识感吗？没有你没有跟 MK3 似曾相识的感觉吗？就是那个倒退感啊，或者是那种双离合器在换挡的感觉，因为它 DCT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Focus 的 DCT 叫 DCT 比较粗糙，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粗糙，就是它会有一种你要冲我就冲给你看，对，其实我觉得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它的换挡的感觉在 Focus 上面是比较粗糙的，对，
它就是有一种美国精神，或者是不管欧洲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大辣辣的。但是呢，这个在这一台上面，它的双离合器的换挡是比较温顺、比较滑顺，你甚至啊，你都可以感受到它换挡是那种咕溜的感觉，可是还是会有那种微微的顿挫感，有点尴尬、啊。对，然后有无力感。哎呦，不错哦，刚好哎、欸。我们以前在这里读书都会觉得哇，台北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很可怕、啊。不会啊，我去台南觉得台南也很可怕。那个高雄也很可怕。像我最近就上礼拜下高雄上来，我觉得其实开车都很快，南部开车蛮快的高速公路。可是我觉得高雄也是错综复杂，然后台北也算错综复杂，就是那种你一不小心出错，你接下来就要很远，回家就很晚了。不要七晚七天就好了，晚是没关系。换了车之后，我觉得 ACC 真的是一个好用的东西吗？可以去享受的东西。我其实大概每一年都会换一台新车，去个每年会希望可以，但是没有。我大概每一年就是会跟太太就是全家去台东，对，哦、他的那个老家也在台东。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我其实会觉得开长途车当然是跟太太轮流开是好的，他会开你会开，他比较会紧张的话那山路你开嘛，但是下到平面道路换他开、你可以休息一下。那我觉得 ACC 就是再把这件事情再帮助的更好，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人他比较重视，比方说我喜欢超驾感，我自己在掌握这台车的感觉，那确实如此。但是对于小家庭或是像我们来说，就是会觉得有他的帮忙，我其实对这台车的依赖性或是信赖度就可以再高一点。反正就这个车子很有趣，跟买房子一样，每个人的需求跟想法都不一样，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要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是一样的。OK 啊，我们到了，整体这个开起来的感觉你觉得还 OK 吧？我觉得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温柔哦，对，它很温柔，但是我对它的期待原本不是这一个哦。你本来想说应该是会一个很刺激很对很有超驾感的，是啊，我觉得是以它的外形看起来嘛，对，我看它的外形我以为它其实可能有点有什么外星科技的感觉。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员推车的第一集好不好，应该算成功了好不好。在这个聊天当中就结束了，那这个也请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要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来支持我们做更多的这个影片，那也更期待往后有更多的会员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玩，真的好玩啊，就聊聊天，对，开心的 对，一起聊聊天不错，下次见啦，拜拜拜拜，一起看这个，拜拜拜拜，到家了好吧，我们聊天一下，你就当做这个做了朋友的新车哦，好不好？立新话来讲，我最近砍几架旧客，好，今天找你出来油车合作。我觉得这已经不太算朋友，这有点像是那个有人要载我去迪士尼的感觉。迪士尼？为什么？我想说，我今天要过来这里，我都是用 YouTube 这样看。你是抱持欢乐的心呐、啊，我还以为讲说，我想说会被槟榔城载去山上，绑去山上埋起来。这也是我期待的东西，大家都超期待的。嗯，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urAuto 百年欧系煞车品牌得您信赖。